我们继续大海滩干什么呀？第二大关，荒哇！这是北戴河的大海滩吧？这应该是，是。判你检测到这是东方海狮，车还能开海里了？好植物啊！对呀，没啥好植物，那是吸血石好吃。每个植物都行。过我这里了吧？它不会漫过这里吧？它不会，它的水只会延伸到这里，不会蔓延过来，确定。所以这里只能种这个荷花。你还选大丽菊了？还有大丽菊啊？我换个武器啊，找不着一个。大招是激光，激光，没用过这只，绝对不会把我淹死啊！对，你看它只会蔓延到这里，不会再往前来了。它不会超过这个草的。我下面选降临前的铁桶，谢谢石。什么铁桶？地雷扔中间上了，撞能撞，开玩笑，技能的地雷能中水里，它能打爆炸呀。哎呀，可惜没有，我还想用在火炉头上呢，火炉头都威力多猛啊。喷不着他，你看了？他弓箭不就行？给你把机会，我的。哎，你种这干啥呀？种哪个？种剩下。哎。快！有没有？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再见。